错怪你，爸，对不起你。爸，是我害了妈，我没脸再见你们了。不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很快就会见到你的妈妈了。爸，你能把妈救出来吗？能。回去吧。 当我把这一切告诉你们之后，我相信，你们的妈妈就会回到你们的身边了，永远过着快乐的生活，再也不会有李东河，再也不会有争吵，你们会更加爱护你们的好妈妈，也会彼此更加相爱。但是我不知道，你们还会不会叫我一声？ 爸爸，这个世界上啊，人人都有一个家。在别人看来，我有你们妈妈这样完美的一个女人，她又给了我这么一个完美的家。我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。 但是，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完美。自从你们的妈妈出事以后，我才真正感觉到了，我这一辈子一直是在补救着什么，挽回着什么。 成儿，我对你的严厉和不满，不是为了望子成龙，不是为了一个父亲的成就感，而是对你的生母杨淑琴的歉疚。我希望你按照我规定的模式长大。如果你的生活和我设想的不一样，我就会痛心、愤怒。 甚至憎恨。过去我总是对自己说，我这是恨铁不成钢，我这是爱你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我所做的一切，是把你当做了一个还债的人质，又把你当做杨淑琴向我讨债的对手。我怕你，恨你。 几乎把你逼上了绝路，爸。小梦，我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培养你，是为了你能在我的事业，在你的生父杨孟泽未竟的事业上有所作为。但在我的内心，我是想用你来赎回我青年时代的罪过。 但是我懦弱，我没有勇气真正去面对我应该赎罪的人，你的生父严孟泽、小镇、小芳。你们一定认为我对小镇最放任，对小芳最娇宠，可这都是因为。 一个是你们的妈妈收养的孤儿，一个是我和你们的妈妈唯一的亲生女儿，而你们的妈妈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妻子，也是我这一辈子最为歉疚的女人。
人老了，就总爱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，尤其是自己的初恋。也许这爱情是幸福甜蜜的，也许这爱情因为失败而留下了难以痊愈的伤疤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年轻时代的爱情总是令人回味的。记得当年我和严梦泽刚刚来到周镇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到了那一对姐妹，我一眼就被杨淑琴的外表的美丽所吸引。但是渐渐的，你们妈妈秦淑娟身上的娴静清纯开始强烈的打动了我。不知为什么，在那些日子里，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眼前就会浮现出你们妈妈的身影，而她和孟泽在一起的那些欢乐和那些笑容，那是所有第一次相爱的人都会有的笑容。可这一切，淑娟和孟泽全然不知。淑娟还是对我很亲热，就像对待爱人的兄弟。严孟泽对我依然像生死与共的朋友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。那你快躺下，我马上就来。那个李东河是个什么人呢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学无术的地痞流氓。他也盯上了杨淑琴和秦淑娟姐妹俩。成儿，你生于杨淑琴的弱点是爱虚荣，好出风头。李东河就投其所好，把他调到了镇里的武工团，让他演样板戏。他终于没能逃脱李东河的陷阱。爸，您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？那是因为我害怕李东河，而且我好像觉得我获得了某种解脱。所以那天夜里，当杨淑琴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真正发火的不是我，而是他。杨淑琴一语道破了我心中的秘密，也说出了一个我耻于承认的事实：我居然和李东河站在了一起，而共同的敌人却是我的同学，我的朋友，我未来的妹夫严孟泽。淑娟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为你申请保外就医，法庭延期开庭。还有什么话要转告舒田和孩子们吗？我来检查的事儿，别告诉他们。好。我有点累了。爸，您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严孟泽是怎么被打成反革命？又是怎么被发配到大西北去的？让我等一会儿再来回答你的问题。
那，你就说说我的生母杨淑琴，到底是怎么死的吧。燕梦泽被发配到大西北去了。他走的时候，你们的妈妈并没有和他结婚，但是却怀上了他的孩子。在那个时候，这是非常耻辱的事情。这个孩子，就是你。 小梦，如果你们的妈妈生下了你，那种下场可想而知。李东河几次威胁她，要她打掉孩子，嫁给他，你们的妈妈只能向我倾诉心中的痛苦，向我寻求安慰和保护，因为。 我是他所爱的人的朋友，我是他的姐夫。你是利用妈妈当时的痛苦和孤独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这样说。我和李东河不一样，我是真心爱你们的妈妈的。我知道，我也很卑鄙，因为对于严梦泽的离开，我的内心深处。 是有着一份欣喜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不到半年，就传来了严梦泽的死讯。就在那天夜里，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和杨淑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 是决裂，我们彼此都丧失了理智。他说，我和李东河害死了严梦泽，还要娶他的未婚妻。他说，他们姐妹俩，我们谁也别想得到。你对他都说了些什么？我说，我从来都没爱过你。 我只爱他，你只配嫁给李东河这条狗。那个时候，你还不满2岁，而他还是一个濒危的病人。什么？他有病？是的，他经常无缘无故的出血。 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得的是先天性再生障碍性贫血。这种病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。那后来呢？天刚亮，他走了。后来我也冷静了下来，感觉事情不太对头。 我就开始找他。终于在铁路上看见了他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会拉着淑娟一起撞火车。他疯了，他真的是疯了。他把对我的恨，对李东河的恨，完全都发泄到了他亲妹妹身上。你是说，他是自杀，还要？ 是的，他说过，我们姐妹俩谁也别想得到。如果是自杀，那你和妈为什么一直不把真相告诉我呢？有多少次，我都想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，告诉你。 我没有这个勇气呀！我在外面是一个受尊敬的人，在家里是一个严厉的父亲。这个外壳一旦被打碎，一切都将破灭。你们会用什么样的目光看着我？
我不敢，我不敢去想象这样的结果。妈妈知道这一切吗？知道，所以她也不愿意面对那样的结果。她是为了维护我，维护这个家。但是，有一点她不知道。 小萌，我这就回答你刚才提出的问题。严孟泽，你的生父，他的所谓反革命言论，是我向李东和汇报的。啊！我惧怕当时的政治压力，想讨好李东和。 好，谋得个革命知识分子的名声，将来能有个好的前途。我还得承认，我就是想得到淑娟，你们的妈妈。我不知道，如果你们的妈妈现在知道了这一切，知道是我害了她的未婚夫，断送了她的初恋，改变了她一生的生活。 成儿，现在你应该完全明白了，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阻止你追查李东河。因为我很清楚，这一切都将最后把我推上法庭，推向道德法庭。他将永远是我审判自己。 柳书田的证言与胡一的证言相符，杨淑琴是出于自杀的动机来到铁道上。他试图拉被告一同卧轨时失足跌下路轨，造成意外伤亡事故。但是本公诉人仍然要求证人提供必要的客观证据。沈班长，柳书田还有一封杨淑琴的遗书，请允许宣读。 可以宣读。叔爷，刚才李东河按我的意见。 叫你到州镇开会去了。我让他先回家，我一会儿就去。这个家伙开心的走了。此刻，在你起劲的喊着革命口号的时候，他也许已经脱光了衣服，像条公狗一样等着我了。你知道我此刻在想什么？我听人说，人是有灵魂的，那么我的灵魂一定要等着你。 看着你面对我和秦淑娟血肉模糊的躺在轨道上的时候，你会是什么样子？淑颜，我活不下去了。我穿上了做姑娘的时候亲手缝制的衣服走了，到另外一个世界等着你去了。我要把娟子也带走。我知道我这么做是多么残酷可怕的罪行。 但是我绝不能让他受李东河的蹂躏，也不能让他受你的欺骗。严梦泽被李东河害死，你这个告密者也是罪责难逃的。我这封信，你就放在那个小箱子里吧。那是我唯一的嫁妆，你一定要好好放在身边。将来成儿长大了，一定会问他的妈妈是怎么死的，你怎么回答他？
这个问题会像噩梦一样永远跟随着你，而他甚至会怀疑他的亲妈是你害死的。这种怀疑会像噩梦一样永远纠缠着你。假如你给他看了这封信，你就不得不说出所有的一切，你就将永远失去儿子的尊敬和爱戴。你在他的心目中，自己的父亲永远是虚伪的、自私的、卑鄙的人。你逃得了法律的制裁，但是逃不过道德的审判、良心的煎熬。这种煎熬将陪伴你度过一生，任何人都不能解救你。这就是我对你的报复。最后，我要对你说，无论如何，成儿是我们的骨肉，你要把他培养成人。我希望他像你那么英俊，那么有学问，但是不要像我那样爱慕虚荣，要像娟子一样，那么朴实，那么宽厚，那么善良。如果能够这样，将来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见面的时候，我会原谅你，还会嫁给你的。杨淑琴，绝笔，1973年9月。大夫，怎么样啊？你不用担心，这个病在公安医院治疗过，这次主要是精神上受到刺激，只要认真治疗，好好静养，问题不会太大的。谢谢大夫。谢谢。不应该进去，可是我只看他一眼，行吗？商量过了，他娘家的房子还空着呢，我打算我们和妈一起搬过去住，虽然条件差一点，但是我会让妈过得好。大哥，你真好。真奇怪，你虽然是姨妈生的，可是你比我们都更像妈的亲生儿子。哪儿啊，妈要真有我这么没出息的亲生儿子，该伤心了。别说，自从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以后，我真想做点什么事情，好让妈为我得意几天。大哥，你这个人啊，人缘好，办事可靠，我相信你以后肯定有作为。
你真这么认为啊？真的，我听二姐说，任总啊，经常跟他面前夸奖你，逮着机会往他帮你一把，肯定没问题。那你呢？我什么？我是说以后。你和妈都走了，我想我以后也不能再跟这个家待下去了。我真是不敢想象，我以后还能管他叫爸，还能跟他生活在一起。你那么恨他？你不恨？开始非常恨，非常非常恨。但是，当他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以后，我又觉得他不是原先的他了。说不清，反正要说恨，我应该比不上妈。该走了，天晚了啊！不嘛，我让爷爷亲我一口再走。你亲一口啊！那我们走了。哦，二弟啊，厨房有饭，吃的时候别忘热一下。我想等妈的病好了，我跟着大哥把妈安顿下来就走。那公司呢？刚才侯院长还来电话问我公司成立大会的筹备情况，你就不干了？我还怎么干呢？爸，你还可能跟他合作吗？我还可能做他的助手吗？你们要是不走，我一个人走。我有个想法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勇气。你说吧。我觉得您这一辈子已经受了够多的苦了，应该有个自己的家了。我们干脆就把妈妈接到你那边去，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，什么事业公司都不重要。我何尝不想有个家呀？何尝不想过着像你说的那种生活呀？但是时过境迁，已经几十年了。我现在决定，
舍弃他。你要知道，你刚才说的话，要是你妈知道了，她会怎么说呀？我想，她一定会同意的。知道，她一直都是爱着您的。再说，她没有想到，她居然会欺骗她一辈子。小马，你知道，当一个人把自己的过去告诉了别人，特别是告诉了自己最亲的亲人，难道你不能原谅他吗？我知道你还爱着他。爸爸，好孩子。姐，小战，你怎么来了？爸让我来看看妈。小战，等你妈病好了以后，到我那儿去一趟，啊？啊。大哥，大哥。啊。哎，你们来了。妈呢？妈上哪儿去了？哎，我晚上看了他三次，他一直在这睡得好好的呀，怎么？是不是去卫生间了？我去看看啊。没有啊，妈不在卫生间。才走了几天呢，瞧这家乱的，这箱子怎么搁这儿了？淑娟，我要走。你要上哪儿啊？出差啊？淑娟，你可以骂我，你也可以把我像狗一样赶出这个家。你和严梦泽重新生活吧，你有这个权利，一定会静静的离开。孩子们也都是你的，这是我罪有应得。我这么做，心里也会好受一些。舒田。你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你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，给别人呢把一切都安排好，然后让别人去做。你在旁边看着，你看，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，我呢，我去受苦受罪，让你们想起来就不得安宁，一辈子都难受去。你玩的这个苦肉计，我还看不出来啊，淑娟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真话。我知道，淑田，你听我说，昨天夜里我一宿没睡，我就想你在法庭上说那些话，我
我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也可能是我看到你另外的一半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假如这一切都没有发生，假如当初我真的和严梦泽结婚了，那我会不会看到他那一面呢？即使当时没看到那一面，将来会不会看到呢？谁知道啊？这世界上的事啊，谁都难预料。变化得很快，这人也一样。谁又不是一半对一半的？可我这一半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太见不得人了。那你还不是自己把它拿出来让别人看了？你说这满大街的人，谁敢像你这么做？说实话，我都有点佩服你，淑娟。不要离开我！你别走，你不能离开我！来宾朋友们，现在我向大家介绍西北江南绿色生物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，公司的董事长严梦泽先生。生物研究所 RH6805 课题组的负责人，公司的副董事长，科学技术总顾问柳书田先生。公司的总经理高敏先生。公司的总工程师柳梦小姐。好，朋友们，下面请大家举杯，为我们的公司干杯。小胖。小胖。大哥，嫂子。打扮的可真够漂亮的。哎，大哥，大哥现在可是南方出租汽车公司的老总了，嫂子也是小雪花饭店的老板娘了嘛。这呀，都是严总帮忙，也不知道干得好干不好呢。爸，你妈呢？我不是让你把她接来吗？妈说，这也没她什么事儿，就陪露露玩，不来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来，哎，爸，为了妈妈，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来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别动！哎，对了，甜甜圈。对，哎对，哎，露露，上次奶奶教你那个谜语，你还会吗？我不记得了，你再说一遍。小傻瓜，那奶奶再说一遍，你记住了啊。一个屋顶，几间房，
一扇大门，几盆花，说小就很小，说大就很大，不怕狂风吹，不怕暴雨打，大人天天离不开，娃娃回来就笑哈哈，世上宝贝千千万，哪一个